不是我们刚才这么讲的吗？我说是，我们是，如果成功了就算过了，不成功我们算是。小宝说的对，我同意。对对对对，说的是。对呀，咱们刚才达成共识了吗？不是，我可以再让你们试一下，但是结果是失败的。我去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咱们。Peter， 嗯哼，放点水吧，要不然我拿皮筋崩你。坏了，坏了。要去这个屋啊？啊。啊。可怕的屋。一直是这个片段，重复都是这个。现在最关键的是我这一关，我这一关。对，大姨怎么选？还在这儿呢。哎，哎呀，还在呢。还是他，还是他。出来，怪热的，你出来。哎呀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！等会儿，我说今天一天老见不着你，也太辛苦了吧。咱们这把能不能把前面流程再节约点时间啊？一会儿下车，咱一块儿帮 Rita 倒个车，一块儿给小孩合个影。对，小孩他妈万一是第四关，人孩子他妈趁80000块钱说要叫投，有道理，得帮大爷浇个水。干什么？能换？这是不是会不会有信息？对呀、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要收割我们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没东西，还得戳会儿气球呢。哎呀，又来了。扎气球赢终极大奖了，这里有丰厚的礼品等着大家。扎气球赢终极大奖了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没时间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来不及了，玩一玩啊，快快快来，三个人来，我们现在你看，来终极大奖，我扎过一次了，终极大奖，走过扎过一次，不要错过，不管怎么着，咱还得走一圈，走吧，我们又来了。现在十一遍过了，那8万怎么弄呢？我觉得这边要是不过的话，顶多再有一遍，因为我不知道那8万是什么。可我不知道那8万是什么。你觉得那8万咱能一把过吗？我不知道。那8万是不是我们这一路上这些遍里头的行为举动会给一些个行为分？因为我们不厌其烦的做好事嘛。一遍一遍的，也是啊，不可能是，不可有可能。4次了，冤呐！哦，得赶紧去帮 Rita 倒车。倒倒，对，还倒。哎呀，闺女，这车怎么开的？你站远，让他一直叫。倒。哎，沙溢，你是沙溢吗？啊，你不是在跑跑男吗？啊，对对对。我们先往前走了啊，走吧。8万，出来吧！哎，你能不能把那个球黄球给那个就取消了吧？那个球有点大，你知道吗？谢谢，加油！大爷，我们来了，快支我们吧！哎，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大爷，您歇会儿，我帮您浇一下。好，我帮您浇一下，您辛苦了，您辛苦了啊！行了，行了，哎呀，我给进，我给进，行。谢谢，一人给80000块钱啊！记着啊，谢谢啊！每做一件好事都给我算10000块钱，就是善良很简单，这坚持善良很不简单嘛。我们一起和你拍照好吗？3、2、1，好嘞，辛苦你了，好吗？我送你一个气球。我们不敢要，我怕罚款。没关系的，好，谢谢你，那我拿走啦，拜拜。如果见不到我们，你要想我们哦。啊，让孩子回家休息吧。Peter。气球，我们来了 ，Peter。你好，行，不扯了，走，不扯了，别扯那个，不扯了。比出数字7，好，下一个，长高10公分还是变瘦10斤 ？Baby， 回答正确，一起安母鸡。恭喜大家，这个环节挑战成功，有请 Bill。我不想理他，在门那儿等着我呢，我根本不想理他，人生啊。就是如此的精彩。哎，好样的，
谨言，看宝哥哥的。游戏结束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气死人呐！手套，戴手套，戴手套。没戏，还是38万，受不了了，这一箱一块一块的，这是。哎呀，不会又死在这儿了？要不要换位子？不用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这个男的站中间，女生在两旁。不行，一撞就掉。你听我的，还像上一遍那么最稳妥。对，咱们再这样，再用刚才那个方式先试一次。先试一遍，先试一次。直接来吧，不聊了。来来来，准备挑战。哎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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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，3、2、1，加油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推他！推他！推他！还不如刚才呢。No！这红卡车都接戏了，这红卡车都接戏了。刚才那边的时候就有一辆红卡车在咱们边上，这就是冥冥之中在一个莫比乌斯环里面，24小时不间断的重复着一模一样的剧情。崩溃崩溃崩溃！马上会左转，下一个路口右转。想不通。兄弟们，跑起来！快去，你去停车去。走走走，快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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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停不好，我给你停。你是沙溢吗？他不是沙溢，我是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在你这儿滋一天了，中间休息没？耶！红蓝2020，一起安慕希。哎 ，OK。通往胜利的电梯，这次。一定要冲！加油！呀！拉我一把。一点一点的绕，肯定是有问题。我不下了。啊、谁愿意下谁下。郑凯，好嘞 ，Rita， 对，再往我这么靠一靠，那边大点地方，到到到，去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没事，别往地上浇，往草里浇啊。哎呀，啊，一个人不让你长大，他永远让你就五岁，对，你说你受得了吗？加油，你好黑头盔，你记得怎么那么可爱？行，我好想当他妈妈，人生赢家。天哪，我都要疯了！他这是一种对人很大的一种折磨。Yeah. 再这样重复下去，我的人生已经混乱了。明天再像他们一样漂亮吧。好的，宝贝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我看到那个可爱的了，给我们拍照。怎么破这个局呢？来，好像我们都猜到了今天的问题。我们必须得赢了才行，所有东西在那边。到，我们早晚都要面对，陈哥。人生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方，不容面对吧，每一项都得完成。必须有团结一致的决心。他没有那么难，我觉得是一个心理的问题。我就是觉得老沙前后脚踩他就不会倒，就调整他就 OK 了。来，我顶沙哥，有我薅着你俩呢。对，来吧，咱们老规矩来一把啊。来来试一把，一二三，加油！
2 1